S7 王者六倍点可以遥控你吗？可以。摁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就是这两个天使，我挺想拿的。这把玩个什么呢？这把打个劫吧，要不？海尔吞噬灵魂，金克斯，这没有一个有用的。二没用，我刷一个。安妮儿，上两个牛。我才不想吃怪叔叔的糖果了。哎，那我可以来一首《伏牛守护者》。安妮儿是什么？啊，护盾激活。敌人攻击他会受到魔法伤害。来个牛，不拿孙悟空，孙悟空是个废物，没用，拉倒吧。孙悟空一星有什么用？没什么用。既然要输，那就输得彻底。注意点，这小子有个机械飞爪，这都能赢，我没想到。确实金克斯比较多呀。
我是不是应该上个剑尖儿的呀？感觉上错了，应该上个剑尖儿。这先来点安妮的右装嘛。我们这其他装备不太急呀、啊，来个右装。右装也上不去了，等个小天才。当个小天才，这个狂徒还是很猛的呀。但我要不上狂徒，我上四个牛呢。不行，还是上狂徒吧。狂徒比较猛。还是狂徒比较猛啊，这瞎子没用，这瞎子贴膜瞎，啥用不顶，只会贴膜。三四五六七，可以攒十块钱。给个日炎还是等狂徒反甲，你们说狂徒反甲反正就得挡一挡，要么就是泰坦，泰坦狂徒打他应该不需要，我看看装备吧，看看打谁，给狂徒好一点，确实
泰坦加啥呢？25护甲和魔抗也可以。我只能吉祥物了，我没东西啊，没有药的呀。我只能吉祥物了。先给你用着吧。这个应该也能打吧，问题不大。我失去耐心了。哎，我应该给安妮儿吉祥物是不是？你们觉得呢？不给是吧？吉祥物的话是10%，3.5双倍啊！吉祥物这么的治疗是双倍的此数额。感觉要输了，我上装备估计也赢不了，那个就是打不赢。哎，好像也可以打赢。我吉祥物回血，喊死他！完了，打平了，我操！哎，你姥姥的，这能给我打平了？那我要个腰带了。先来个狂徒。准备去死吧。不要四伏牛，不要四伏牛，要啥呀？我就一手小天才95就完了。
要么咱就伏牛也可以，四伏牛其实就够了，那个剑姬跟泰隆没啥用，剩下挂不费卡，挨个挂。不追三星吗？不追了，追他三星干啥呀？550、335，没啥必要啊！赶紧连胜拉人头。还是高费卡比较猛。两星猫咪，有用吗？两星猫咪，我得上四个吉祥物。泰隆飞过去跳回来打鼬是吧？我看看啊。不重要啊，不重要。来个战斗力海克斯了啊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呢？行。哎呦哇，努努！听我怒吼，怒吼！努努给点啥呀？努努给个那啥就行，给个那个全套感觉就行。泰坦呢？给呗。努努给右装呗，哎呦我，史上最大血球，装备比较垃圾，我们就不上了。这个也没用。
那凭啥他那螃蟹那么好挖宝呢？我不理解。再来一只努努，没有努努的话，我们给稻草人来法爆，科技强都行。那你给拿走了。拿腰带吧，那大剑没啥用啊。剑尖传过去吧，哎，努努传过去行啊。完了，碰上日女了，兄弟们，这日女太恶心了。日女就是打到死，明白没？全是真实伤害，你只要上你就必死。把牛扔了，我们直接生人口，一直生，一直生。什么叫一直生？这个什么伏牛守护者乱七八糟的都不要，全挂五费。一直升，努努的装备一般，那有个法棒啥的好。或者是龙爪、黄符都行。真肉啊！我操！摩的凯撒，这个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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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排一个安吉儿，配个厄斐琉斯，稻草人、日女、努努、铁男。螃蟹，啊！他妈能有点有用的东西不？要哪个呀？攻速肯定是不要了吧。开始入侵。要攻速，要攻速干啥呀？我想想这装备怎么给啊，我想想。给厄斐琉斯啊。
若非流失，那就是无尽巨杀。那就给无尽巨杀。吹风蓝 buff， 最后演一轮开地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圣杯救赎，救赎我觉得也行。完了，给了圣杯。因为实在是没有法强装了。先这么用着，蓝刀肯定是不要了。他这两星日女太猛了。怎么感觉我这牌都没了呢？这小子他妈高端购物。这个药啊，这个能给我吗？可以。这才打成这样吗？不太应该呀，感觉。安妮儿走了。安妮儿啊，安妮儿有伏牛守护者，我还有反射护盾，不走吧？你们觉得呢？
挺好用的呀。螃蟹打上装备，螃蟹可以被那个拽过来。要么回家。哎，我的箱子呢？三星龙王，我刚才有个箱子没了。没上螃蟹哪来的箱子？那谁拽的呀？那不有人能拽吗？我有个箱子没了，给我吞了。三星龙王，比较难搞。三星龙王剩一个，谁能给他送走？兄弟们，谁能给他送走？有点过载了。我能给他送走能吗？努努努努，给我推死他。好，又装上稻草人，那我这好像是吃了。拿下。光荣下机，兄弟们。没有一个四费的呀，全是五费呀。这个升了，这个升了，完事我们再补一个艾克就 OK 了。九五。下机了。